是你唤醒了我，世间魔法与剑术的界限将由你来开拓。是你唤醒了我，你可用继承我无双的剑术，斩尽世间恶魔。是你唤醒了我，掌握世间无尽的元素之力。 正是你的宿命。是你唤醒了我，这世上最瑰丽的锋芒就在弹指之间。是你唤醒了我，天生的领袖之人。你准备好了吗？ 勇者，可动心你遥感，可以自由移动哦。哦，是个心。哎，我正在锻造的这把武器中这么了解真红之剑，看来你对如何战斗还算有点派，真是让老头子羡慕的冲劲儿啊！ 是不是汉斯大人告诉你，城外会有奇遇的？勇者如果能够帮忙驱赶，海罗德一定另有答谢。呀！你真厉害！ 蜘蛛也在蛛网这样一来，海罗德发现，在那些毒株栖息地附近，有一种草是毒株从不碰的。新兵，你皮药草很紧，还没进行过战前的训练，那我就教你招技能，背诵药的奖赏吧。